很高兴看到外国朋友们在中国享受美景美食，亲身感受生动真实的中国。随着中国不断放宽入境政策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能够更便利地来华观光旅游。今年前五个月，入境外国人超过了1200万人次，其中免签入境超过700万人次。端午节假期期间，外国人出入境人次同比增长了57%。我们将不断优化人员往来便利措施，让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旅行更加方便、更加舒适。中国就在这里，欢迎大家来。